能干几天他就开始干了哈。那个那什么，你说人家都说我这个手机太远了，照的不真，怎么能照大秧跟秧窄就跟那小木耳全能照着，还得说秧够不着的地方。你这样这边不羊啊，羊不行啊，他不给我扒了。都开露地上了，都开露地了。我穿鞋子啊，先给羊打针，把那群羊得放开啊，得把那塑料布都收拾干净，来把地下去，把那啥都收拾干净再弄。